一片片的太阳能板像是特定的人造叶片，这些人造叶片究竟是如何做成的呢？太阳能板是由地球含量第二丰富的元素矽所组成的，从最原始的矽原料精制成矽晶圆，经过切割以及半导体加工后，就成为太阳能电池的单元。许多单元排列之后，形成了模板，模板再组合成阵列。当日光照射在太阳能板上时，会产生的直流电，经过电流转换器成为交流电，再经过变电箱整合，就可以并入市电来使用。